素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素食好主意。许多佛教中的大德们，由于吃素，所以身体都很健康，也很长寿。而在《入楞伽经》中，佛陀提醒弟子，一切肉有无量缘，菩萨以中，当生悲悯，不应啖食。佛陀慈悲为怀，我们也应当从中以吃素不杀生来学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智慧。如素让我们不只吃得健康快乐，生活也会事事顺心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好吃的素食美食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叫做焗烤田园。好，这个焗烤田园，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它的食材是有哪些呢？请看这里，这个是草菇，好，草菇，我们这边买的草菇。那你不用草菇，用其他的菇也可以，比如说通常西餐厅都是用羊菇或草菇，随便你都可以。再来呢，这个是那个起司丝，好，起司丝。焗烤的起司丝，有咸味的，有看你要哪一种都可以。好，然后今天的主题还有一个就是七味粉。好，七味粉就这三个就是今天菜的主食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美极酱油，一般的酱油也可以，你不要为了做这一道菜去买美极酱油，因为美极酱油是用在炒饭或是什么，它比较香甜，非常好吃。我们今天是用的是美极酱油，然后这一点橄榄油，然后一点调味料的那个香菇粉，这样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好吃的焗烤田园。接下来我们要请到一位不一样的美食达人，这个我们请到美意师姐，谢谢。她是他们家的达人哦。为什么说是他家达人呢？其实达人每个人都可以做，因为他在家里做的一手好菜，把家庭师兄啦、儿子啦、女儿通通弄得非常的好，大家非常喜欢，所以他已经成了家庭的达人了。美食达人王美玉师姐，历任佛教界讲堂佛寺长期志工讲师，素食烹饪数十年，请美玉来示范一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一道菜肴是焗烤田园。这个是西式的哦，请看看啊，美玉师姐开始开火。来开火。好， OK 了。 好开大一点点，好，来放下一点点的橄榄油，一滴滴的就可以了哈。因为对，一滴滴的橄榄油哈。OK。因为哈，最好你炒做这一道菜的时候，最好是菇哈，任何草菇也好，羊菇也好，最好是把它炒一下下，加一点点盐。我们要让它缩水一下，让它水哈能够跑出来哈，有盐巴下去水就会跑出来，不然你焗烤起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。对，稍微调一点点味道。好，那这个在这个这个是香菇粉，香菇粉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好了。香菇粉，这个因为这个香菇粉刚有加到盐的，所以不用放盐，清淡一点。对，还有这个酱油，我们现在都注重养生，对，所以不可以太多的哈，那个。太咸啊，或者说我们都是尽量加了很少，好，有一点点的提味就好。对，好，这样差不多，因为这样让它能够出水，焗烤起来才不会整盘都是水都有水。好，可以关掉了。来，我们拿起了我们的容器，这个就是西餐的这个
烤那个很漂亮哈，那个焗烤的那种个人钟，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哈，来把大颗的漂亮的哈，对，把它排起来，摆整齐，对哈。对，有点点滑滑的，已经很香味出来了。可以用夹子夹，对。对，你哎，那其实你没有这种烤具的话，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家庭为了做一道菜去买一个这个，就是、你也可以用那个铝箔的那个小小小的杯，也可以用小盘子。对，那也可以，要把它做成一大盘也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好，再看这里，好，这个起司丝，好，把起司丝把它撒在上面。我刚刚单呢，这个是有一点点咸咸的，对，这个很好吃。对，这个起司是很棒，因为我们是买有一点点的咸味的哈。起司一般大家哈家，尤其年轻人最爱吃，很喜欢吃。人讲啊，寿司这拍走，那也拍走哈，啊，寿司这无变化，可是变化无人知，你无了解就唔知哈。你真正的要这个烤出来就很香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多看几次这个节目啊，你会觉得哇。原来素食这么简单又这么多元化哈，一旦变化贵重，那么唔知对不对？草菇啦、羊菇啦，或是杏鲍菇，对不对？对，杏鲍那个切几块几干嘛？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这个菇类，对对对对，都可以把它变化一下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行，你看，所以他就知道二三了，所以难怪他们家说，我妈妈就是家庭达人，我就是在。刚刚师姐说的也可以不用去买这个哈，可以去买这个这个盘子，对，道具什么家里的这个小碟子也可以，你甚至小那个喝茶的茶杯都可以做，可以，所以你家的东西你最爱用什么你就用什么，把它盖满，对不对？烤起来会比较漂亮哦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哦，刚刚刚好。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。好，那再来呢？ Okay, 上面撒一滴滴的七味粉。七味粉是让它更提味。这有七种原那个味道，因为有芝麻，有什么很多很多哈、哦。这个七味粉，您当然没哈、哦，你也可以放你喜欢的，比如说罗勒啦，罗勒就是什么高站塔，或是帕塞里啦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哎，都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你看，简单吧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做起来多漂亮。对，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直接上烤箱，可以烤了哈。对啊，烤箱烤多久呢？大概20分左右啊，让它上面成金黄色的就好。啊，金黄色的呢，哈，你那烤买在看，对啊，看到金黄色的时候就 OK， 就差不多烤20分钟，大概。对，反正烤箱打拢一样用嘛，所以嘛免讲啊，你二十分钟左右。现在家里大家大部分都有烤箱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道。已经完成了，好，那我们呢、已经要入烤箱烤20分钟，我们那边有已经烤好的一盘，这一盘拿去烤，来，那把这一盘拿过来、okay. 烤好的在这里、okay. 好，那这个就给它入烤箱，这个是刚刚先烤的，烤好的已经在这里了，烤出来就是这么美，好，你看烤出来就是这么美，我们都没有经过化、也没有经过什么盘饰，就是这么干净这么美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焗烤田园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各位菩萨，有空的话可以在家里做做看。对，那请客的时候可以摆上这个几朵的这个花野菜，对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好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哦。焗烤田园，食材草菇或羊菇，起司丝，七味粉，调味料美极酱油、橄榄油、香菇粉。做法一：先将羊菇洗净，切十字花。二：起油锅，加羊菇炒香，加上美极酱油、胡椒粉，少许香菇粉。三：放入备好之容器，再加上起司粉后，放入烤箱中烤至金黄色即可食用。